张，五张签哦，谢谢，跟小龙，对，是，谢谢，九，好，这边来，来我们中间，中间下面，来这里，好，右边，右边，右边。OK， 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学服。好，学服可以介绍今天的穿搭吗？今天蛮特别的。哦，今天的穿搭其实是两节式的洋装，然后非常的轻盈跟舒适，那其实蛮适合春夏的。那最主要是，它可以很休闲，也可以很正式。当您搭配不同的鞋款的时候，那平常对于穿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？特别的想法，其实我私底下走的会比较，休闲简约，对，以舒适为主，对，所以就可能看到的都是比较舒适的状态，除非有一些特定的场合可能需要打扮，可能就会像今天这样子。那这次跟电商的合作啊，看到这么多的不同的样式的衣服啊，有没有特别很烦恼，然后究竟要怎么选？其实不会，因为我觉得，这个平台它就是要让各个年龄层的人都可以很好的入手，然后没有负担。那可不可以介绍这一个平台有什么优点，让你觉得特别好用？我觉得就像刚刚我们聊到的，就是你电商平台需要的是，我觉得重要的是可能操作性要非常的便利，然后还有就是它的东西的多样化，还有它的 CP 值。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作品要跟大家介绍分享的？最近新的作品，接下来应该会有一，因为你如此耀眼，接下来会跟大家见面是新的剧，对，好的。那有没有媒体朋友还有什么特别要？都差不多的话，我们就进入大家的文字联访时间。好，谢谢大家。他在所喜欢时尚，然后同时之余也可以尽一份心力做爱心，然后能够把我们的爱送到世界的每处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的女神即将要降临了。听说呢，她今天穿的也是与世界展望会合作的 Bubble 指定女神款服装。那我们就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女神郭雪芙，欢迎雪芙。那我们先从中间开始，来，雪芙现在穿的就是我们这个指定款女神款的服装，然后中间，好，接下来我们中间再几张，好，然后我们雪芙的左边、右边、右边、右边，好。看这里，我帮我看中间，中间中间偏左，再来这边，左边还要，左边还要，你的下摆要拍得够，来中间再来中间，左边右边。好，我们等一下，好，左边再一张，好，左边再一张，我们等一下，我们等一下还有机会再继续拍，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来雪芙，雪芙先跟我们在场的摄影大哥打个招呼，还有现场的朋友，我们贵宾们 ，Hello， 现场的摄影大哥们，还有所有的贵宾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郭雪芙，耶、yeah, ，来个掌声 ，Hello， 雪芙。雪芙今天这一套就是跟世界展望会合作的限定款的服装，对不对？是，没错。那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？你真的是腿超长的。没有没有，这套衣服呢，它其实是两节式的洋装，那它非常的轻盈跟舒适，非常适合春夏。那最主要，它其实搭配不同的鞋款，可以很正式，也可以很休闲。那这一次跟平台合作之余，能跟工艺做结合，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。
雪芙平常是会网购的人吗？会，当然会。对，是吗？现代人应该大部分人都在网购。所以你在挑选这种电商平台的时候，有没有非常要求的点？我觉得，挑选平台，我觉得操作的便利性非常的重要，然后还有它商品的多元性，还有东西的 CP 值。是的，因为我自己本身在购物的时候也是需要非常简便，你也是属于这种，就很怕太复杂我看不懂。对，我今天有稍微试一下我们 Bubble 整个电商系统，非常的简易，就是各种三 C 百事都能够用得非常上手这样子。是，我是三 C 百事啊，雪芙应该是比较聪明。没有。那今天这一套，因为我这样看啊，因为平常雪芙私下穿搭也算是比较轻松轻便，是像这种你平常私下会穿吗？私下的话，我其实会看场合，然后挑选衣服。如果私下穿，应该是什么？可能姐妹的聚会啊，可能会就稍微打扮一些。但如果平常一个人的话，我私下可能就会比较简单休闲一点，重视舒适度哎。对，舒适度。可是我感觉这套也是兼具了舒适度与时尚度，就是你如果配球鞋，其实也很可以很轻松。对，可以很休闲。但如果你想要正式一点，其实穿个高跟鞋就可以。对，如果要姐妹聚会，换一个这样高跟鞋，对不对？对，就可以变成约会服。是。因为最近雪芙都是蛮致力于在就是拍戏，然后有好多不同的角色尝试，比如说有那种复古的啊，然后清新的啊，或者是那种专业度也很够的。那雪芙在每个角色诠释的时候，应该就都是自信爆棚。我们看到的，不管台面上拍戏的你，还是出之下，都很有自信。有没有什么小诀窍可以分享给在座的大家？我们也想要跟女神一样有自信。好的，我觉得除了学习肯定自己之外，可以尝试不同的穿衣风格，然后慢慢的去找到适合自己或者是自己喜欢的，然后借由穿搭去辅助培养自己的自信心。没错，就跟着女神学，跟着女神穿，就可以离女神的距离再更近一步。好，谢谢雪芙分享。谢谢。那我们接下来要进行一个呢盛大的合作仪式，那先请雪芙给我们站在中间。那我们也有请我们的费斯国际娱乐总经理 Fiona， 还有世界展望会代表侯子宇侯处长，请两位上台。侯处长，麻烦您站雪芙的右边。然后我们呢，一起拿一个象征盒的板板跟 bubble， 然后我们三二一之后呢，先从中间的摄影大哥开始哈。好，三二一，来，我们看中间。我们再一张，笑一下喽。好，下一个。好棒，谢谢，再一张。好，中间。右边，右边，右边。好，我们中间偏右的这个大哥这边。我们换一个板子。对，然后呢，请刘娜总经理跟雪芙，我们一起纪念下这珍贵的一刻哈。然后我们也稍微往右边站一点点。OK， 好，谢谢你。好，这边 OK， 好。好，我们从中间开始哦。谢谢，这边。看中间，笑。不好意思，第二张我们这边再一张，谢谢，笑喽。一二三，中间，笑喽。OK， 谢谢。好，右边，右边都有拍到，好 ，OK， 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 Fiona， 谢谢 Fiona 的总经理，我们先入座，那雪芙有没有那要？再跟板子再对雪芙再拍一下中间。好。中间这边 OK 好。好，雪芙谢谢。